江南春怀，唐·李白。新春几何时，黄鸟鸣不歇。天涯失香路，江外老华发。心扉秦塞云，影至楚关月。身世书烂漫，田园久无墨。岁雁何所从，长歌谢金阙。这首诗的意思是说，春天能持续多长时间呢？黄鸟鸣个不停，人在天涯，不知回乡的路在哪里。江湖游荡，白了头发，身影迟滞在楚关的月下，心却飞往秦塞云中。此生此世特别烂漫，田园也久已荒芜。眼看又到年终，应该何去何从？高唱长歌，谢别金阙。